地足心上落啊，那么干朴最大富，这种的道理，咱人人拢会晓讲哦。地足啦，虽然嘴是讲地足啦，确实呢，看到好的物件，也阁是真爱呢。啊，别人有呢，我应该嘛爱有啊，想尽办法。爱要得到迄个，别人有，我也应该有，这种的心态啦，还是呢，也个习气真重。尽管呢，道理会晓讲，地足，那么地足最大富，是啊，这种的谦卜呢，会晓谦，生活简朴呢。这是真正最大福，也是最上乐哦。所以地足上乐，干朴大福，这就是咱那讲会到，做会到，那就是呢，咱的真如本性。咱不只是知啦知，能够会晓讲，那讲会到呢？咱个真正，咱的生活是安尼，这呢就是事、人、甲理安尼汇合起来，事一样，人一样，啊，道理也一样，这是一个人格真圆满的人生吼。那人格圆满呢，那就是佛格圆满。卡扎点啊，讲人格那行啊，佛格都行，这就是咱爱学的。